打电话的爱。今天这又是干啥？妈妈，再见我的郭小娃。好呀，那我今天要享受一下啦。妈妈，小娃怎么护肤呀？那就去拿我经常用的无语灌溉水吧，然后就那个木头盖子的，在我房间的桌子上的。好，妈妈辛苦了，妈妈的皮肤真好。好呀。开学又要开家长会了，到时候你要说妈妈记得搞好看点儿。我每天都用这个水擦擦，脸就一直亮亮的喽。气色一天下来都特别好，显得妈妈可年轻的。你妈能不年轻吗？这个水一升到第三代，你妈就喊着我赶紧去下单，说提亮效果就更上一层了。她现在用的比谁都积极。宝贝，你给妈妈弄完，给爸爸也弄一下。别着急，洗脸去。有人，该我了吧？你坐好。啊，行，你坐好，坐好。怎么到我这这样了？不湿敷了吗？妈妈说太太有能量，你的脸这么大，皮肤好多好多，老妈妈的脸亮亮的，好漂亮呀！难道我不漂亮吗？那我给你化个妆。哎呦，化了，宝贝，化了。